就是大家还是很需要，就是夏天要有隐形的内衣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下。这件超透，是不是？超透，极透。你看哈、哦，就是这种衣服，你到底要怎么穿内衣啊？新品雪花肤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实地实测一下，它到底有没有办法，就是你知道，让它完全隐形。现在穿的是这一件哦。我是不是不见了？你看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隐形了？这件你就不用再加小可爱啊，就是直接看不到了。这么透哎、欸，这么透它都可以就是隐形，是不是很强？好，我现在穿的这是灰色，是不落哦。灰色，反正这种一定是会被透出来的嘛。但是灰色就不见了，好吗？所以我跟你说哈、哦，这件事情怎么买呢？就是两件都买，就是你灰色就是。搭白衬衫，然后肤色就是你一定会有这种非常非常透肤，然后比较偏暖色调的衣服，那你就可以配这种雪花肤，这种就是可以搭雪花肤就会不见，好不好？雪花肤跟灰色的，我身上穿的这一件，在无人试衣间都可以试穿得到哦。